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七个单字。第七个单字 native。Native means a person, an animal, or a plant that lives or grows in a particular place. 好，一个人或是一个动物或是一种植物呢，它在生长在或是从在哪里成长的一个特定地方成长起来的，就是当地土生土长的人或是动植物。好，我们看这个例句。The Formosan black bear is a native of Taiwan. It cannot be found in the wild or any other countries. 好，他说呢，这个 Formosan black bear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台湾黑熊。台湾黑熊呢，是台湾的原生动物。它在任何其他国家的野外都找不到，好，所以这是 native， 当地土生土长的人，好，或是动植物。好，那 native 呢也可以当形容词用，好，就是说呢，好，原产的，特有的。好，我们看一下这个例句哦。 The Corolla is native to Australia. It has thick grey fur and a short tail. 好，这个无尾熊是澳洲特有的，它有厚厚的灰色毛皮和短尾巴，这个 fur 就是毛皮的意思。所以呢，请同学把它画起来， be native to， be native to 就是为某地特有的， be native to。 好，再来我们看一下第八个单字。第八个单字是 createcreate。 好， create means to make something into being， 好，把一个东西把它做出来，好，就是创造一个东西。 To create more jobs, the government is now adopting a policy of encouraging foreign investment。 好，为了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呢，这个政府正在呢，好， adopt 就是采取的意思。好，采取一个怎样的 policy 呢？怎样的策略呢？它要鼓励这个 foreign investment。 好， foreign 是国外的嘛，就指的是外资的投资的意思。好， creation 呢，好，就是创造或是创立的意思。好， creation。好，我们看一下哦。那 creation 呢，也可以当做你的作品，或是你产出的，好，这个产物呢，也可以叫做 creation 哦。好，请同学把它写下来。好，那如果是创造、创立的话是不可数，如果你是创造出来的作品、产物的话，就是可数的咯。好，我们看一下这个例句。Though lots of scientists have tried to explain the creation of the universe, it is still very difficult for many people to understand. 虽然许多科学家都试着解释宇宙的创造 ,the creation of the universe, 请同学把它写起来，点点点的创造，点点点的创立 ,the creation,of the universe. 所以虽然说很多科学家呢，试着解释这个宇宙的创造，对许多人来说要去了解呢还是很困难的。好，那再来呢，我们看一下creator。 好，那呢我们在后面呢把这个 e 去掉，加了 or 呢，变成做什么事情的人。 creator 呢，就是创作者。 Walt Disney was the creator of Mickey Mouse, one of the most well-known cartoon characters in the world. 好，这个华特迪士尼呢是米老鼠的创作者，相信大家都知道对不对，那是世界上最知名的卡通人物之一。好，这个 creation 跟 creator 大家一定把它背起来哦。再来我们看第九个单字，这个 grain 这个字呢，就是把它磨碎的意思。那首先要请同学把它的动词三态画起来，过去式、过去分词，把它画起来，是一个不规则变化的过去式，是 ground， 过去分词也是 ground。 那它意思就是 to make something into powder or small pieces， powder 就是粉末的意思，好，或是把它变小块。好，我们看一下这个例句哦。In the past, people used stones to grind wheat into flours. 好，那这个在过去呢，人们会用石头呢来把这个小麦呢磨成面粉。Use A to do something， 把什么东西用来做什么事情。好，这是这个单字。好，那再我们看第十个单字。第十个单字就是 bitter。Bitter， 那 bitter 呢，它是可以拿来形容味道的，酸甜苦辣的哪一个呢？就是呢，苦的。好， That is the opposite of sweet， 甜的反义就是苦的，对不对？好，
看一下这个例句哈。The medicine was so bitter that the boy almost spat it out after he took it. 好，那 so that 哈，我们课文有之前有讲过，如此以至于，对不对？所以这个药是如此的苦呢，以至于这个小男孩呢，把它吃进去后，差点要怎么样呢 ？Spat it out， 就是把它吐出来，差点把它吐了出来。好，好，那这个呢，哈，这个 bitter 就是苦的意思。那 bitter 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它还有可以当难过或是痛苦的意思，难过或是痛苦的意思。好，所以呢有一个跟它相关的片语呢，同学可以把它写下来， to the bitter end， to the bitter end 就是呢不畏艰辛拼到底，我们叫做 to the bitter end。 好，再来呢我们看一下第十一个单字，是一个单字是 flavor， 好 ，flavor 就是口味，好，或是味道，好，口味或是味道，好，好，看一下这个例句哦，好，那当口味的时候呢，好，它是可数的，如果是当味道的时候呢，是不可数的，所以同学在写的时候，在用的时候要记得注意这件事情哦。This tea house has been highly popular among young people recently, and it sells more than 50 different flavors of drinks. 他说这个茶馆呢，最近在谁之中呢？ Among 就是在谁之中，在年轻人之中非常受欢迎，而且他呢，销售超过50种不同口味的饮料。好，那呢我们如果说呢，这个东西有怎样的口味呢，我们可以用这个 come in 这个片语，所以呢大家可以把它写下 come in 点点点 flavors， 就是有哪些口味，例如说好了，举个例子， The ice cream comes in five flavors， 这家店的冰淇淋呢有五种不同的口味，你就可以用这个例句 come in 点点点 flavors， 好吗？好，那我们刚刚讲过 flavor 这个字呢也可以当味道 the taste of something， 那它是不可数的，大家要注意。 Some people do not like to eat durian because of its strong smell and unusual flavor。 到这是什么水果吗？就是榴莲，对不对？有些人不喜欢吃榴莲是因为它有一个很重的味道 a strong smell， 对不对？很重的这个气味，还有一个不寻常的味道，那大家是敢吃还是不敢吃呢？好，那它这个 flavor 味道呢，也有一个片语，所以请同学可以把它写下来补充给大家。 Add flavor or give flavor to something， 为什么东西增添风味？ For example， some people would put spices on the top of the dish， 有一些人呢会在餐上面放一些香料，让它为它增添一些风味，就是这个片语 Add flavor to something。 好，再来我们看第12个单字 especially， 好，那还有一个同义词，就是你可以把 in particular 圈起来，或是呢写 particularly， 好，都是呢它的同义词，请同学把它圈起来，你可以把 in particular 圈起来，或是 particularly。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people to have a good night's sleep, especially children. 好，那呢，这个对人们来说呢，睡个好觉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小孩子。好，那 especially 呢，我们要补充一下，它到底要放在哪里呢？好，它到底要放在哪里？它可以放在名词的前后方，介系词或是副词之前，好，所以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它这个它的放的位置，以后是大家在阅读的时候可以多去注意一下，它是常常放在哪里，或者是可以放在呢 if when 或是 as 所引导的这个子句的前方，大家以后自己在阅读文章的时候呢，可以多去注意一下，这个 especially 呢它到底的位置都放在哪里哦，它可以放在这个名词的前后方，或者是说呢介系词或副词之前，或是连接词 if when as 所引导的子句的前方，例如说好了 You should tell your father if you are not coming home for dinner especially when he thinks you are， 那你一定要跟你爸爸说，你如果不回家吃饭一定要跟他讲，尤其是如果他认为你会回家的话，所以这个 especially 呢这个放的位置大家以后在写作或是阅读的时候都可以多留意哦。好，那我们看一下第十三个单字，第十三个单字叫 consider，
consider 哈，那 consider 有两个不同的意思，一个是考虑，还有一个是认为哈，这两个意思都是蛮常用的，那大家注意一下哈，意思呢可能不太一样哦。好 ，to think about someone or something is in a certain way 哈，认为或是你考虑做某件事情哈，都是这个字。好，那我们看一下例句哈 ，LeBron James, a famous NBA player, is considered one of the 100 most influential people of 2017. LeBron James 是著名的 NBA 球员，对不对？他被认为是呢2017年最具影响力的百人之一。好，那我们用法就是 consider A to be B， 好，视 A 为 B。好 ，A 或是 A be considered to be B， 好，被认为是 B， 好，这是 A 这个 consider 的用法。那我们刚刚说好 consider， 我们先把那个刚刚的那个补充给大家的，好，写下来哈。像我们例句里面是 A， 那这个 to be 呢，有时候会省略哈。A 被视为 B， 好，所以这里也是一样，他被视为，对不对？视为什么呢？好，这2017年最具影响力的百人之一。好，好，再来我们看下面这个例句 ，consider 也可以当做考虑的意思。After Harvey finishes his studies, he will not start working right away。好，在他呢，好这个完成学业之后，他不会立刻开始工作。好 ，instead 相反的 ，he is considering traveling abroad to see the world。好，他考虑要到国外旅行，好去看看这个世界。好，就是 consider， 因为它是一个及物的动词，所以后面直接加它的受词。就可以咯。好，那我们看一下它的名词，名词叫做 consideration， consideration， 那它是一个不可数的名词。 After Mr. Miller gave serious consideration to several people, he finally decided to give Ivy the job。 好，在 Mr. Miller 呢慎重考虑了几个人之后呢，他最后决定要给 Ivy 这个工作机会。好，所以呢好 give consideration to something， 好，就是呢好，就是他慎重考虑了什么事情。好，那呢还有另外一个呢，我们常常呢会看到这个 consideration 的一个片语呢，请同学把它写下来哦。好， take something into consideration， 好，把点点点呢列入考虑，或是 take something into account， 好，就是把点点点列入考虑。好，例如说好了哈， Oliver's proposal sounds excellent. The manager will take it into consideration. Oliver 的这个提议呢，哈，听起来不错哈，这个经理呢会把它列入考虑哈，就是 take something into consideration。这个片语是很重要的，请同学一定要把它写下来哦。